看到肯 TV， 我现在在的深处呢是在新竹县五峰乡张学良故居，就在我的身后。好，为什么会有张学良故居这个称号呢？源自于1936年12月12日，张学良在大陆的西安发动西安事变。那什么是西安事变呢？也就是说，张学良在扣押蒋介石，因为反对国共内战，日军当时侵华，所以张学良一致向蒋介石再三的请示，停止国共内战，一致联手抗日。但是蒋介石不听，于是呢，第三次的时候呢，张学良再找蒋介石谈判。好，于是呢，蒋介石一样不从。那最后呢，我们的张学良先生呢，就发动了西安事变。那随后呢，这件事情结束落幕，那我们的蒋介石就把张学良软禁在我们的新竹五峰清泉部落这边，也就是我们现在在这边张学良故居。来，张学良先生在这边待了多久时间呢？总共待了11年时间，也就是1946年到1957年，民国35年到民国46年这之间。带你一同去导览张学良故居的秘密基地，跟他的赵四小姐夫人 ，Let's go。